保罗的平行世界，子夜异象。一群研究生由于好奇，把寺庙里所有佛像的眼睛都偷换成监视眼，录下所见所闻。结果事后审查，发现在半夜出现了啥异常景象。一，神灵显现，佛光普照寺内大殿。二，孤魂野鬼半夜出来透气。三，偷香油钱的按时前来保全。四，认真的小和尚诵经膜拜到天明。五，善男信女两情缱绻不忍离去。